你结啊？没有啊，不是你赚啊，我刚100多块而已，我现在400多块。Fuck！ Fuck！ 啊，买错了！嘿嘿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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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嘿嘿嘿嘿！不怕、啊，我有强力士的攻他们的。好，那我去打他。那你多会叠装啊！我就可以电他们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每个事件都有我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就说，你是不是要结婚结捷克之战。可是很花心啊！哎，你跟我再婚，真的是哦。哇，你怎么可以对，这样子？你结钱婚太多哦。是他们钱太多。不是，是你钱太多，你一直要结婚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怎么死了？哦，死掉了。哦，我回来了，我要做我的想做的事。被电到肚子饿了。你要做什么事？我想把他们的深点。哎呀呀呀！从深点一直炸，一直炸，炸到变成那个深坑，他们一直。哎、欸，我一直想这样干呢、欸，可是从来没有真的炸完过。走啊走啊，走天桥之类的。雪球也可以炸吗？可以啊，就雪球啊，就是炸那个地板，就是炸他们地板。他们那个重生里只有四个那个机甲嘛，然后旁边全部掏空，他们无法出来，那你们无法出来，你们变成雪球的形状。等一下，怎样啦？又怎么好了？要多纳吉你后面，纳吉你后面，哦哦哦哦。奇怪，你看到那个加50分的，你总是略过他再走、啊。哎呦，我丢炸弹炸那个用炸他好像也不痛，对吧、啊？准备好啊，我们也没叠装。对啊。这现在视野真很烂、啊。好啦，是你一下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看到高压鼓励派、欸？高压鼓励派，哇！组合技耶、欸，没有，刚刚哈基扔出苦力帕的时候放出打雷，变高压苦力帕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玩，新玩法。哎、欸，会掉到岩浆里面，慢慢丢，慢慢丢。你真要这样玩？好啊，玩啊。发光。哎呀，打到我们了。没看到其他人。哎、欸，好痛哦！我靠！靠！哎、欸，解解一下，解一下我的那个手榴弹。哈好多坑啊！好爽哦！炸炸换那个底下。哎、欸，哈基哈基后面。哎。安妮有技能书。安妮，安妮怎么有技能书？安妮，安妮，你后面啊，岩浆流下洞里面啊，喵，小心哦，小心跑喽！刚才是你越糟糕了，你越困住了，哎、欸，这好爽的、啊。他铺条直线的地狱门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有人。好好好，上面上面，你去干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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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他。没事没事，他跑了、啊。派兵觉得没人注意到他，但殊不知，我让他中毒了。哇，有心到他了。我这一发光还是不知道泱泱在哪里。他死不掉，刚吃东西。很弟弟啊，看不到就是很弟弟啊。太弟弟了吧？嗯，什么巧克力差一点？在天上差的、啊，没有，现在四个人啊，现在四个那个光啊，啊，后面最后面那个蓝色的，二楼吗？掉街了，会吗？可是感觉潜行不过去啊。岩浆我自己过不去啊！可以。他那已经把他们那边洞炸了，有岩浆流下来了。
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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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脑鬼，开始玩了嘞！对啊，我把你等一下。你刚刚是出门被电到，然后全部刷新吗？对啊。咦，没刷到。闪电击毙。我在叠尸。你会被炸死，会，因为他们会变你女巫啦，变女巫又会瞬间变回来，完全没看过泱泱哎、欸，泱泱是跑宣导啦，没看到泱泱嘞，对啊，泱泱嘞。他是超级躲在下面吗？因为巧克力有时候不能躲上面嘛，上面会被那个。他总不会就这样一直在下面吧？会啊，要拿钱再加。他是在279，看一下他。嗯，太扯了吧！对啊，人呢？错了吧？至少要看到泱泱一次。对啊，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，太恶心了。找不到的国王，好可怜哦。哎，有可以取消发光的道具吗？死掉也没有，挖到基岩层啊。三个蓝色，对啊，我在基岩城。哎呀，走出来就被电。地板在哪？对啊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嗯？为什么找到他？我的血球自爆了。他说变魔术是不是？变魔术。变变变。对啊，泱泱有是有在加血的、啊。哦，我们家被炸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分数本来就已经不会那个了。对啊，你知道我们都在尝试，我在各种奇怪的东西。找泱泱，找泱泱。奇怪在发光吗？还有发光吗？格力来了。他们也都没发光了吧？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发光？干啥？等一下是电到我、啊？为什么是我？我啊！你怎么死了？同时吧，定下，感觉我没电到。我刚才是啊，我怎么放下去？嘿，哈记，嗨，你好。我从那边来的。奇怪嘞，泱泱跑哪去了？不知道。太扯了吧？真的？Where 这个坑坑洞洞啊，哪都看不到。You 不好难找这个。他们跑哪去了、啊？也没看到往上叠的那个啊。总不会是在他们顶楼吗？也没有看到啊。我也不知道，但他们没发光、啊，可不可以续不得再挖、啊？啊、可不可以帮他们挖我们自己家啊？这个顺影这里有够烂的啦！所以脑鬼到底在哪里？顺影现在到底是怎样？啊、我只会原地耶、欸。就你没有你，他会往你前面轻轻微动一下下。你又结婚了。你又结婚了。终于不是我了。
啊，去升级我的稿子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不，谁都不能阻止我，我要去挖自己家。你在哪？挖自己家的龙岩块了。对啊，我还是没有看到泱泱啊。挖自己家龙岩块，挖自己家龙岩块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挖那么开心。谁都不能阻止我！打雷，你们继续挖，这是我的，我在保护自己挖，我的，挖，你的，能不挖地狱门啊？我的，哦对哦，那我们没有地狱门才150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像要，我们一起挖不就很快啊？地狱门在哪？走，一起去挖，一起挖，我们家楼上。泱泱是不是在顶楼啊？我要顶楼一个拿盾牌再跳来跳去，哎，他了吧？是他了。来吧，开始开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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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挖。光是要上去自己家楼上都有点困难。开挖，开挖，开挖。你们在丢谁啊？巧克力啊，没看到吗？哦。喂，哈基，结果我炸了一下。好好好。开挖开挖开挖！哦，挖掉了！那集帮忙挖！有人在射我箭！开挖开挖！挖爆！就在挖自己家，不挖别人家的。爆挖一波！再点一下。不要逼我开无敌挖自己家啊、哦！哦，是干脆宝石送过去会更快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现在一送啊！我要送两颗。哎啊！你在上面。送过去送绿宝石。在上面。送你现在。Hello。送你。身上还满的，捡不起来，好好笑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我要去他们宝座那边蹲。不能哦。我们的分数变负的、欸，好猛。嘿嘿嘿嘿嘿！啊，啥都看不到。冲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，趁机看泱泱在哪里。啊、对啦，还顶楼啦！哦 ，miss！ 他在顶楼能干嘛？楼，反正就是他们不要他死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的跑错。好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！耶、yeah, ，赢了！打卡，打卡，打卡到了，耶、yeah ！不对啊，时间也快到啦、啊。对啊，冲啊！他是不想还吗？还什么？还愿吗？国王宝石啊！国王宝石。冲啊！冲啊！再去拍一张照，打卡第二次，冲啊！我们根本出不去好吗？利用无敌时间，冲啊！可以啊！他在楼上。就跟你讲，在楼上了。咻，我来了。超烂哎、欸！这个路他要跑了，已经烂掉了。泱泱回来呀、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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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屁啦，现在躲着。太贵啦！以前战术不能用啊、欸！我觉得版本不好玩呢、欸，如何？
我觉得改那个闪电有点闪电的问题啦。对，那 bug 啊，而且那个 bug 的那个，我觉得结婚太惨了，一面倒欸，我们这边单方面一直倒啊。对啊，结婚根本就我们这里占不到什么优势，你们都不好好珍惜结婚。不是，结婚也没好处啊，欸、一结婚、啊、就是持续的。就开场的时候，持续一天会有特别的，持续两天会有特别的，所以你要持续结婚下去。你哦什么啦？哦，整天躲在屋顶上哦。你知道我跟杰克在下面挖当地鼠。我一直以为你会躲在鸡眼那边，然后对我那边两个在挖来挖去，找不到。原本是去屋顶，我就说这样子好像不好，你还是去地底好了。然后他刚刚就每次一直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发光了，很怕。引擎为什么就没有好玩了？因为打雷一下就没了、啊。我觉得雷会跟他建议啦，就是会换方式。他是不是那个 CD 时间冷却时间坏了？你们的雷好快啊，为什么啊？不知道啊，时间坏掉了。你们不用两分钟就有了、欸。你们感觉更快一点？对啊，没有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是四个人都学打雷。四个人，然后就是讲的一二三四，一起放一二三四，然后看雷到底。反正那个雷，我觉得会改进啊。等一下也不会用雷，就禁止雷。嗯可能改成招苦力怕或是什么的感觉比较好。而且刚刚我们组合技耶、欸。对啊，组合技耶、欸。组合技。高压苦力怕。高压苦力怕出来、欸，超帅的。啊。哦。就是你丢雪球会蹦出一个苦力怕，就原地爆炸嘛。然后我那时候瞬间放打雷，就变成高压苦力怕。哇帥的、欸！他是活着会走的吗？不是啊，就直接爆啊！直接引爆的，直接爆的哦，就强化他、啊，威力变成高压，一闪而过，超帅的、欸，好猛啊！哦，所以刚好丢到那个人，然后之后再丢下去，哇，这有点猛哎、欸！这就是刚好他要那个召唤出苦力怕那一瞬间点了一下去就哇哇、欸，而且瞬移好烂哦，加死。还是结婚系统，我单身一辈子。杰克太花心了啦，杰克，超乱的啦，超乱的啦。哎、欸，所以跟别人结，所以持续一天的奖励是什么？持续一天，我之前讨论是会永久有回复效果，哦，是会那个慢慢补血的那个回复。我感觉啊，两天的话会有大量的资金。那、啊、可是会离婚呢、啊？欸、不对啦，我们一开始看你是，我们一开始跟队友的话，其实就要好好。我们一开始就负资产了、欸，哎。哎，你那个超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那时候负资产的时候，你跟哈基结婚嘛？啊，你离婚，你原本是负100，然后就变成你负50。对啊。我白痴了，我的钱呐、啊！太好玩了，负债也要继承啊。这样子啊，真的，我没钱你要给我啊，的负债合情合理啊。我想说，好像在分摊一下，为什么钱反而更少了？我想说，我会不会再付下去？没有，你帮我缴钱、欸，该给我钱。还是一个超聪明的，真的。不是啊，登记结婚200块，我直接付的啊，没办法、啊。那是豪华婚宴，对，你们。